3, 2, 1. Ignition. We have ignition. We have liftoff of the OSP Minotaur in support. 2006年4月15号，台湾第一个气象卫星群福衛三号正式升空。原本设计的5年寿命，硬是奋战不懈的为全球提供了14年，总共5129天的气象观测资料。后来福三的6颗卫星只剩下1颗还能断断续续产出资料。国营院国家太空中心宣布，福三在5月1号正式结束任务，功成身退。接替福衛三号重责的是去年6月升空的福衛七号，国营院国家太空中心主任林俊良说：“我们希望呢，未来在每一天呢，可以至少收到超过4000点的这个大气的资料。那所谓一点的资料，包含着大气的温度、湿度、压力等等的哈。那第二个就是说呢，这个资料的这个品质的保证，就是说呢，通过这个QC 的它的一个标准是71%。目前福七的数据资料已经用在全球和区域的天气预报系统，对于低纬度地区可以提供约福三资料的4倍，给全球气象单位及科研人员进行极端气候、异常气候、台风的形成与路径，以及强降雨的预测及分析。尽管记者吴宇轩台北报道。